无声木关注了我。无声木为什么突然关注我了 ？TDR Monster Fashion。I shall make Nilfgaard great again. There is but one punishment for traitors.基本上就已经赢了，石头人也沉底了，现在他这个是零作用的。这明显是酸雷啦，这种靠路一般都是酸雷，那把这个东西再洗过去，这种只有酸雷才会干。The North shall tuck tail and beg for mercy.
用不了，他这个东西也被我卡着，到时候再用这个东西来挡这个。这边还。 看，都在白了我。<笑>这洗掉自己很重要，笑死我了！这酸雷，他卡了一身了，体位出太少了，卡一身了。My men know the meaning of sacrifice. There is but one punishment for traitors. No one can hide from me. This guy, 无论怎么打，我都是赚的。 那我省着去解这个东西。 但是要换它比较好，因为我怕紫个毛线。Patience is not a virtue I am known to have. 可能有干旱，他只有一张呐，所以我就不用去杀这个东西。那如果他没有只有一张，我可能就杀了。If anyone asks, you've not seen me. 好像没了。I always find a way in.
降一声18点，不错了。这边这张是，就是我可以结识他。哦，这些都用不了了。A shame I have no time. My prescription, a bit of bloodletting. Yeah, I made it. <笑>我应该就打他了，我他妈就贪了这个起点，<笑>完了，我操！ 现门诺少门诺几点？好像也输了。啊，西吧。现门诺呢？少3点，不是少1点哎呀！打错了。现门诺就赢了。 Patience is not a virtue I am known to have. 忘了机会这回事。哎呀，我操！
Behold the good ass's wrath! The North shall tuck tail and beg for mercy. I cast myself upon thy mercy. Your humble servant. A shame I have no time. If not by strength, then by stealth. Mordrun Freyr is patient, but she brooks no insult. Do not assume you can order me around. A shame I have no time. Egrilto dum anima est, spes est. If not by strength, then by stealth. Dum anima est, spes est. I'll misplay. A came in me! 忘了放在这边了。 啊！这个了。 哎，一个剑。 这会加3加5，就现在6点，连点，3点，5点。
够吗？没东西啊。三点、五点、十一点，好吧，那只要超过十一点就可以了。三点、六点、十点，十点还是有的。出个蛋的你要一个零。哎呦我的！这四点。Are you my friend always?兄弟，I shall be as you command. 投降吧，不可能赢的。Onward! Attack! The North shall tuck tail and beg for mercy. Gane! From me. 看刚刚，Thank you. 我是他就出这个了，他不出这个，出这个的话。再打又是一张卡啊，够sure, be glad. Begone, you devils! Patience is not a virtue I am known to have.Bloody non-humans. 是个不怕一个你的吗？有电吗？Your humble servant.
A shame I have no time. My prescription, a bit of bloodletting. Close ranks! The quill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Your Majesty, I cast myself upon thy mercy. A highly curious case. Please wait, Your Excellency. I'm falling behind. If not by strength, then by stealth. Pieces priceless. The Empire will be victorious. But we're broke as shit peddlers. 这什么心态? 手里边有。 等他再 buff 一下一个力量就可以了。
现在连活人都没有了吗？真惨。Bloody not humans. 嗯？哦，没醒啊，我醒了，让点。什么憋吧？什么憋吧？看不懂。没有，我看到大半天都没活人讲话，我以为没活人，只是这样子而已。那这一段是什么鬼东西？三步兵。这是三步兵啊，剩下一张 DJ 在里面。核心牌有哪些？每一张都是核心啊！间谍帝国就是每张都要联动啊。然后如果你去看这个，如果你看得懂英文的话，就看这个。攻略在这边啊。你看得懂英文吗？看得一定看得懂英文，看这个网站，看这个，这个是我写的，别人帮我整理的这个。There is but one punishment for traitors. 哇操，又是这逼，这逼是什么卡组来的？爆牌炼金。我这个没有那个啥。等一下，我上那个啥，你们直接困的 DB 都不会吗？困的 DB 都不会收吗？就这个啊，困的 DB 嘛，就困的 DB， 然后点进来 death， 进来第一个就是了，这是最火的，我写的。好像是一刀十四点，但是那是英文版的，中文版的没呢，我已经删掉了。我操，真的是这个夜奈法一刀十四点。没用啊！说实话，你们这些新手不要学这个套啊。学这套，你们迟早会后悔的。If not by strength, then by stealth. 这套不适合新手玩，老手都不太适合。这现在一套是逆环境的卡组。就没得玩了，学他干嘛？吃饱撑着，不是想弃坑的意思，是说他妈的已经到了弃坑之时了，啊，不是，也不是到弃坑之时，已经到了改版之时了。啊！一刀，我操！就知道他妈一刀十四点，哎，我的天了！
对啊，改版就没得到哈杜了，学了有什么用？还来一刀吗？蘑菇啊！本来就很难的卡组了，来了来了，要切，要一刀了，是啊，又是一刀。
We follow Letho's lead. 好像是有小蘑菇，记不清了。会啊，regroup。
接弹的敌人一个人。My lads will make sure of that. 你上步兵吗？ Begone! Begone, you devils! 那没上步兵还是这么欧啊？上步兵只能放在这排了，但是现在已经没差别了。有没有上步兵啊？这么奇怪。他没有赢的牌啊！很难用，但是用得好的话很强。除了炼金是比较你们估计打不赢的对局以外，其他应该多多少少能赢。天地也一般，就炼金不好打，其他都好好，都挺好打，至少后手的话是很好打。不用开几百期也可以啊，像我玩了一万多胜的，我的牌都记烂了，结果懒得去算，哎呀，懒得去算。你要算的话，看一下墓地，看一下墓地。我其实我也基本上很少看这些的，就看一下手牌什么的，多花个一两秒哎。那现在不适合你们学了，没多少天了，我也就无聊播一播哎。不建议学，要是他没改版的话，还可以学一学，改版了学个屁呀！你都还没学会，他就改版。总不会又中这两个吧？我操！There is but one punishment for traitors. My son, a shame I have no time. Edelfian! 啊，死还不快！随便打打就上去了。
梅格尼的话可以撞卡，梅格尼的话很难撞。If not by strength, then by stealth.
哎，行这个吧，少块萝卜吧，感觉也不会卡。他行军令没带的吗？一二，三四五，还有一张行军令吧，应该是。不对，还有一张是电。不对，完了，他没有行军令了。 三步兵，他没有三步兵，他有带了一个二，他有带了一个，他来有带了一个斥候，是吧？是有带斥候的吧？那再加上那个，他不够位置带三步兵了，他不够带位置带三步兵。 他没有三步兵的那种，啊，剩下两张不知道带什么鬼东西，可能是那个13点的那个，他可能带的是13点的那个，他没带三步兵。
金啊！好吧，给我一张。要不要换？好像不必要换了。算了，不换了。你这张前行去绿这两张就可以了，打到后面绿就可以了。感觉是纯正的西里啊。数字恩联，那个锤子，西里的西里的，哈哈哈哈哈哈，这妈的带这种东西，然后又带了这种东西，两个都带的。一个你肯定是最后一排，Have strength, my love. 我操，直接雷了。My prescription, a bit of blood letting. Very good.可能是弓箭手，但我还是要出精卫。Oh my！ 这什么鬼打法 ？Are you kidding me？ 也就是说还有这张，它最低里面是五点，最低里面五点，也就是手里面还有张这个，我再出这个应该又会电我，它模糊掉了，这一出我人就又要死了，烧死啊血鬼是什么鬼，烧的是三个六啊，三个六啊，还是说对面烧我啊？对面烧我 无所谓的。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他捡到你应该有弓箭走了。还有一张特使吧。再把最后一张渗透给滤出来。哇，还双雷，真必去啊！那这个吃蘑菇，吃这个蘑菇应该是，我还得再洗一张回去，洗一张这个回去。哇，还要烧！这怎么地都会摸到一张呢？也就是但德里恩摸的是文诺。然后这个捞出来它，
Freiheit Spale! Asking me for help. Now that's smart. 他是这两张，把这张洗了。那他只有蘑菇。约啊！我洗不完啊。我洗不完了。他蘑菇掉。那我出镜位。Kaye, my son. Your humble servant. Erigoa.我因为我要赌他没有再没有吸毒了，他还有吸毒，那我没办法。但如果我去洗蘑菇的话，因为他烧是稳定收益嘛，蘑菇他不一定是稳定收益嘛，因为他等到我那个爱丽丝的时候，若他没有出烧的话，我就会等下去。有什么账会出啊？没有吧？那个三个六的那个吗？三个六那个不是失误啊，他那个是随机的。他如果没出现那三个六，我肯定会等西里啊。那等西里的话，会影响我打法，影响很。
士兵版应该行。一个你都用啊，
光波继续看南沙算了。嗯，sleep when you're dead. There is but one punishment for traitors.
海盗。Men of Kedwin, Ashba. There is but one punishment for traitors. Oh, ha, ha, ha.哇哈哈哈！我感觉我可以投了，准备投钱。这么的好手牌，直接投钱一路，感觉。啊，是吧？基本必输！救命，林法恩！救命 ！Holy shit！ Your humble servant. Encaimene! 救命！不换啊！我的天哪，换是个死字，不换还是他妈死字。Than by stealth. Who takes an interest in cobblers? No one. Do not assume you can order me around. We've met. I don't. 一二三，好，输了。吉吉思密达，哈哈哈哈哈。浅特斯。Please wait, Your Excellency. I'm falling behind. Erigor.我一会儿得杀这个东西，然后复活这个东西。那凯恩呢？这边上兵。You want peace?Fight for it. Hey, 他为什么不放这边？真傻他，放在这边刚好打死的。亏了四点了，我操！真在逗我。Gentlemen, Nail Guard. Nice. You can 靠体位过活，赢掉。Did that transition?
A highly curious case. 难道我牌不够用？1、2、3、4、5， 还缺两张。这一张，还需要一张。 Okay. I shall do as you command. 1、2、3、4、5，1、2、3、4、5，16。 干毛，我一样赢给你看。 My prescription, a bit of blood. 啊，特死！啊，特死！啊 ！Misplay, misplay, what the fuck？ 完了。 损失一点没了，完了，一点没了，完了，本来有机会赢的，
bowed them into submission. Nilfgaard! Now,不确定了，本来是有机会赢的。 I pass on every 10th round. 他是男爵。 你看，杀三个还是赢了。 站住了，其实打亨赛特是很好打的，体位就相当于近位的那种效果。他解不掉啊，你没看到吗？他解不掉啊。 没隔离，不好操作。
The time for blathering has passed. 这么丧逼。A shame I have no time. A shame I have no time.We serve her who is virgin, mother, and crone. Erigor.哪里伏笔了？哦，你都塞在这边是吧？我本来考虑不杀他了。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kidding me? Patience is not a virtue I am known to have. Go on, Enkazel!今天他妈还带很少，是什么鬼套路啊？这是什么心态啊？心理变态吗？十二点可以打他，也可以打他，呼。Agroto dum anima est, spes est. I always find a way in.
My prescription, a bit of bloodletting. If not by strength, then by stealth. How can I help? 特里斯? Are you kidding me? No， 可不可以是他？ 演了一只巨大的，拿不到。